其實200多萬呢個數字真係唔簡單啊！咁就喺我哋義工喺過去呢短短呢十零日嘅時間，做咗呢、這個收集到咁多簽名嚇，咁、我諗呢個都係可以都好代表到好大部分香港市民嘅意見嚇、我哋一直都覺得好難得嚇，即係呢啲嘅簽名都係好難得，都表示即係大家對人大呢個決定嗰個嘅支持。我相信第日呢啲嘅愛國者參與管治，愛國者咧一定係有能力有承擔嘅人嚇、因為佢哋都係要經過好多代表好多人去選擇出嚟嘅。